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这个阶段要来看的是，在2010年7月25日这一天，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特别从台湾佛驾香港，这是从2006年之后再一次莲生活佛与香港的弟子见面。我们就先来看当天莲生法王抵达香港机场，弟子热情欢迎的实况。这次的香港澳门弘法之行是由莲峰堂的莲心金刚上师所主办。莲生法王当天抵达之后没有休息，立刻驱车前往香港雷藏寺，这里的楼下早就挤满了信众，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几乎要陷入欢迎的人海之中，盛况空前。法王在抵达香港雷藏寺之后非常慈悲，首先为香港雷藏寺赐墨宝，写下了佛迹摩诃波叶波罗蜜，是大神大名，无上无等等，是第一义，是空无所空，有无所有，故曰彼岸。三礼，二拜诸尊菩萨，
二嗡，观想礼拜，善应三拜金刚护法通行，嗡二嗡，观想礼拜，善应四平等一起手。我们现在恭请我们尊贵的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佛。这是2010年7月25日莲生法王佛驾香港雷藏寺，真佛宗在香港所有的上师们也亲自来到现场恭迎师尊，满满的人潮，热切的气派。我们现在就来看莲生法王香港弘法行第一站香港雷藏寺宝贵的法语开示。雷师姐代表香港雷藏寺敬献鲜花及纪念品。哇，三轮车，三轮车。今天我们慈悲的根本传承上师，风尘仆仆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来香港，专程来探望我们，我们实在很感恩。师尊，我这一句代表香港的弟子，跟你讲一声，感谢你。那首先，这个敬礼我们的传承祖师。两名和尚，沙迦正空上师，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香港雷藏寺坛城三宝。啊，师母。那师母没有来，啊，但是他有交代，啊，碰到所有的同门，要跟大家问好。Master Lin Xiang now in Taiwan, take care of grandson, because grandson in Taiwan study Chinese language. So Master Lin Xiang is busy.Not come to the Hong Kong. 好，我代表他了。香港雷藏寺的那个莲雄上师、莲辉上师，还有这个莲汉上师啊。还有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跟所有的同门，大家午安。看到这么多的人啊，所以一下子就讲不出话了。那这样子的啊，我相信这个顶上也有人的，有完了，在顶楼还有停车场，啊，停车场也有人，28楼还有。那应该讲说跟所有这个。啊，上面的人，下面的人，
停车场的人，通通都是武安。香港已经几年没有来？四年多。那么觉得这一次来，这个一到机场啊，看到同门那么样子的热烈欢迎，而且来这里的招待啊，就好像是天堂一样哈。这个谢谢这个香港的上司啊，香港的同门给予这么样子热烈的欢迎啊，非常感动，非常。那么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是6点啊，6点就出门，那么4点就起来，今天早上4点就起来。那昨天晚上呢是2点才睡觉。啊，坐在这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是不能不能睡觉。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我，要睡也难，要睡也难，不如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哈。啊，我以前常常来香港的时候啊，那么香港的他们就设造了一个莲花童子像，啊，就是师尊身后的。那个时候是几年前的事情，95年。95年的时候啊，我还没有像他那么老。95年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呢，结果他们给我弄得这么老，而且皮肤很黑啊，这个跟美国也有相应，跟美国相应啊，美国总统现在是也是这样子黑的，这样子黑的，这个我说这个神算也不会那么准啊。95年就知道啊，将来会有这样子黑的，而且95年就知道将来我会比他还老。你现在看我呢跟这一尊像呢，是哪一个比较年轻呢？谢谢年轻。其实应该讲起来啊，应该讲起来。哦，他念《波叶波罗蜜多经》，但是跟这一尊没有关系啊。我那时候经常在想，这个香港雷藏寺弄来一尊那么老的，我哪有那么老呢？那时候。对不对？但是现在想一想，有一天呢，我会比这一尊像还要老，总有一天。